金总今天生日啊，了不起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Gina. 我去了。哎，你们参加这个节目已经有两个月了吧？没有两个月，快两个月，快两个月了。我们大团中结束之后就来的，吃了快两个月的酒店餐，芥末虾球、烤黑鱼。哦，芥末虾球好好吃啊！海南鸡饭、印尼炒饭，印尼炒饭好吃。没有看到过这样。还有那个红烧肉，最好吃芥末虾球，好吃那红烧肉，红烧肉超好吃。国际排骨，楼下的餐厅真的好吃。吃了快两个月的酒店餐，真的要吃吐了。那你们对于这个节目的回忆，除了这个酒店好吃的饭菜以外，有什么想要吐槽的？今天通通说出来。我想说节目组的盒饭太贵了，100块，是不是？我刚刚在那就说了，你们这……你知道加汤的也是150吗？那我们这样的话，两天两餐盒饭，哎，一天两餐盒饭不用200块钱？对啊。一人的盒饭是150，因为加了一碗汤，里面是什么香味精吗？